红霄，隔壁的古琴之人真的是司马官人吗？对呀，老爷今夜宴请首席嘉宾。古琴最通灵性，每次音落指尖，我们是在一起呼吸，就像伯牙和钟子期，子之听符，至想象，犹无心也。可父亲只让我在这屏风后，不知今生是否有缘相见。小姐，您就在后花园亭子里等着，我去把她带来。我倒要看看她配不配得上我们大才女卓文君。哎，你别，瑞仙亭不见不散。天色已晚，我为长青备下车轿，招待不周，改日再续。小生不胜酒力，哎呀，头昏眼花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来人！哎呀，怎么如此莽撞？快送长青客房歇息吧。司命，这个书生啊！司马官人，请随我来。姑娘且慢，请问在屏风后与我和亲之人到底是谁？你问这个干嘛？我谈山径，他回秋明；他谈松风，我回石涧。这古琴最通灵性，每当音落指尖，我们是在一起呼吸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一定要认识这个人。如果是男子的话，我要与他结拜为兄弟。如果是女子呢？女子？难道真的是文君？后花园瑞仙亭，不见不散。倾所有目光，不思量，自难相忘。遥遥桃花凉，前世你怎舍下？只疑海心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牵强。这世间最难得的就是知音了。司马相如空有才华虚名，只不过是一介贫寒书生，自知高攀不上。长青，我不管这些，你看这天上牛女二星和左右，茫茫星河把他们两个分隔，但总有七夕相会之时。不管是天庭神威还是王权富贵，都无法阻挡人间的真爱。对，我司马相如世有文君，今生不悔，来世亦不悔。遥遥桃花凉，前世你怎舍下？只疑海心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牵强。情之物。